哇哇嘿，哇哇三队三四队，哎呀妈呀！爱斯基尔的朋友们，脱离大家好，我叫赵二将，是一名伏地魔枪法随缘，只会野人。要下去吗？我不下去，我要上去啊，能吗？那能打过他们吗？这人太多了。没事啊，蹲到这里了。咱们搁上头一蹲就完了呗，怕啥呀？我就蹲这里上面了。等他们打完，咱们再下去。等他们吹完了，我掉下去了。锤死一个！你看，你看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你看，锤死一个！哎，我去，我旁边蹲着一个呢。我掉下去了。哎，我搁这上头，你们俩都掉去了。我在上面都掉下去了。我在你头上的。附近的防区还丢了。我在你头上的老智。锤倒一个。我靠！你自个厉害不？我也锤倒一个，快下来把他们锤死。全锤死，哎。完事儿，开开，赶紧开！好，死了，还有个人搁上头呢，注意。开了！我去，我两把狙啊！有没有连发枪后边？来来来来，给你这个，你给我一把狙。好，搁这点卡视点，别下去，别下去，别下去，搁这边卡视点。前方有危险！完了，一号干了，就在前面有枪啊！这里，哎，是了，别动啊、哦，等他过来。来，别露脚步，完事。哈哈的，这不撂了，回来，完事儿。那边还有人，前方有危险。一枪没抖，我靠！基地那边还有人，他们不能走。那边有三个，倒一个，漂亮。前方有危险。靠，倒两个，漂亮。就跑，他要跑。好远了，完事儿让你跑，大跳个呢，公俩。那树后还有一个，树后面还有一个，再表一下。前方有危险。没事，哎呦，他开车跑了一个，开个摩托车跑了。走，来下去吧。就剩他一个了，快下去。他们好像没什么枪，快走！有人，
完事儿。爆头。这因为枪法行啊，这家伙。来的是时候。大主播当然行啊。